大家好，今天是1月19号，星期三。今天我想谈谈中餐。以前我听说过中国的饮食文化的特点，一句是“点菜太多”。如果客人把菜吃完的话，那就代表主人失礼了，因为这意味着准备的食物不够多，所以最好的状态是大家吃不完。但是我来中国已经4个月了，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改变了。现在中国人更强调生态环境。我们看到关于请适量点菜、拒绝浪费和尽量避免一次性筷子的广告。现在中国人更加重视食物，但是一旦我们有就餐聚会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会点很多菜。但是如果我们吃不完的话，我们可以请服务员为我们打包。我也觉得冷掉食物很不好。所以比较喜欢打包文化。那大家呢？大家关于环保有什么想法呢？谢谢。